大吃大喝再加上久坐不动，常常会在腹部累积一圈一圈的脂肪。不想成为大富翁小富婆，却又怕动刀。一戒现在从英国引进，可以透过电波隔空加热消除脂肪的减脂方式，因为不需要开刀，可以缩短恢复时间。 想要腹部脂肪变少又不想动刀等待复原休养，一戒从英国引进新式的减脂仪器，专门对付肚子上一圈一圈的脂肪。它主要是用电波的原理啊，去破坏更精准的去破坏脂肪细胞里面的微脂低蛋白，脂肪细胞就会慢慢的凋零死亡。而这个过程呢，因为它非常的精准，所以对组织不会造成任何的伤害。因为它没有伤口，所以也没有恢复期。那相对于一般我们 就是工作忙碌的女性来说，或者是男性来说的话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从微创进步到无创，相较于传统手术，也比较不会受到体型限制。主要原因就是说，它既具有可以使皮肤这个紧实的拉提的作用以外，然后又可以有溶脂的作用。胖的人啊，或者瘦的人的皮肤松弛的人的生长后的人的，都可以使用。We advise our patients to drink plenty of fluids, so in excess of 2 liters per day, and also it's usual to advise light exercise. 除此之外，专业医师也提醒，因为减脂不等于减肥，还是需要搭配运动跟均衡饮食，才能发挥最佳效果。记者丁明杰、黄秀敏特别报道。